我要你的，我要你的爱。It was how you used words I didn't know, and the way you said my name and cut up peaches, and them brown eyes lit a flame up that we pretend doesn't glow. You know space and time wouldn't let you be mine. 大家好，我是软软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放屁！你现在变超胖，巨胖。那个就是最近我们蛮拖更的，就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忙了。对。然后我也换了一个工作环境，所以说有点调节不过来整个人，所以说最近我们经常拖更。然后，但是我们以后还是尽量会保证每个礼拜肯定会更新一到两期的。嗯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上午刚刚跟单位去烧烤好，所以说脸有点油，你不要介意啊，就是整个脸都是熏得又油又黑的，我也懒得补妆什么的，就这样子的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说前两天我加入我微信或者微博的人应该知道。我们两个就是托小伙伴的福，得到了那个两张免费的迪士尼门票，然后我们就二刷迪士尼，迪士尼，然后又吃了火鸡腿。这次迪士尼的火鸡腿比上次好吃了，还大，更大，就价钱还是70块钱一个，但是变大了。然后吃了以后我就意犹未尽嘛，我就觉得啊，火鸡腿70块钱一个，我以前在超市看到的那种都是二三十一个嘛，我想可以买两个了嘛，所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。看到有一个专门卖生鲜的牌子，就是他有卖这个生的新鲜的火鸡腿，然后我就买了嘛。然后这个火鸡腿比迪士尼的大很多，它是可以保证一只肯定是在1斤以上的，就一千克以上。这个不止啊。对，然后我就买了两只，然后这个一只好像是35块钱，蛮划算的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牌子也是比较可信的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打算自己尝试一下火鸡腿，就烤火鸡腿，看看能不能做的比迪士尼更好吃。然后是这样子的，这个火鸡腿嘛，是我已经腌制了一整天了。就是我看了一下很多会做的小伙伴跟我讲，或者是网上的攻略，他们跟我说不用腌这么久，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。但是因为昨天我没空，然后就是我们就放了，反正它已经腌了超过12个小时了。然后我是用黄酒和大蒜头腌的，因为很多有一个小伙伴听到我要吃火鸡腿，就和我推荐做法，因为他家好像是有厨师帮他做那种一整只火鸡的，我觉得哇。哇，但是我没有这个条件，我也没有这么大的烤箱，那种什么这样子的烤箱，所以说他跟我说什么要放迷迭香，那个迷迭香主题曲怎么唱的，那个周杰伦的那个迷迭香是吧，反正他说要放那个迷迭香跟黄油什么的，还要放香草，反正说了很多这种我没有听过，就是不是很懂这种西餐的东西。然后我是觉得我家楼下菜场肯定买不到这些东西的，然后我也没有时间在网上买了，然后我也不想去大超市看，就是我就用我身边能看到的，我觉得那种能可以用得到的东西，对，跟大胖就瞎搞。反正我觉得这种香料无非就是香料我是买不到了，所以我就用黄酒和大蒜头代替。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嘛，就是火鸡腿上面不是会有汁水嘛，然后就想一起烤这些蔬菜，然后让火鸡腿盖在蔬菜上面，这样子火鸡腿的汤汁可以浸透这些蔬菜。待会儿我跟大胖就又有火鸡，这么多蔬菜，对，就又有火鸡又有蔬菜吃了，这比较健康。然后呢，里面有蘑菇，就大胖最喜欢吃蘑菇了，还有大胖很喜欢吃西芹，就是喜欢吃西芹，我觉得蛮神奇的，因为我不是特别爱吃西芹的人，我觉得西芹和香菜的味道是一样的，为什么哪里一样？不吃香菜却可以吃西芹呢？完全不一样，差远了。然后还有玉米，就是你们知道我一定会买这个水果玉米，不知道，我并不知道。然后还有洋葱是必备吗？还有西兰花，就是西兰花垫在下面了。然后上面我撒了一些黄油颗粒，一粒粒的小的黄油，然后再撒了一些橄榄油上去，因为这样子防止它不会干，防止它烤焦掉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封了，这个火鸡里面有大蒜头，等一下大蒜头我也会扔进去。先开第一个。然后有个小伙伴教了我一个方法，他说他们家的那个厨师给他们做这个
火鸡腿的时候，这是羊大蒜头，给他们做火鸡的时候会在火鸡的皮下面塞那个黄油和香草，这样子可以让火鸡久烤而不老。但是就是我买不到香草嘛，我也不想去买了，所以说我就觉得洋葱跟香草应该差不多吧，啊，那就这样吧，应该是一样东西啊。然后皮下面塞嘛，那就我来塞吧，大胖的手就不用弄脏了。就我打算把洋葱也塞在它的皮下，我觉得这样子会很浓的味道。嗯，你看这个火鸡腿有多大？超大。对，这个还是小的那个，还是更大。迪士尼差不多只有这么大。对，因为我的手臂属于女生也比较长的，这个其实很大。哦，我还差点以为你要说女生也比较粗。我和大胖是属于那种比较高个子的人，就是你们这样对比，其实是因为就是要想到就是我们俩比较高。然后我里面会塞进去一些黄油，黄油我们就是稍微大颗一点，因为就怕它柴掉，啊，就让它大。反正这个皮火鸡的皮跟鸡皮可不一样，火鸡的皮很牢很牢。说是皮下面塞洋葱，这个肉的缝隙塞黄油，好。因为我切了三刀大的嘛，一面切了三刀，切了六刀。那个大胖跟小伙伴们聊聊天吧，我来塞。嗯，先来说吧。四圈。就是，推荐大家，就是我们的经验之谈，推荐大家五月份到十一月份去迪士尼。中间不要去迪士尼，不要去迪士尼。我跟大胖第一次去迪士尼是在冬天，虽然很冷，我又穿错鞋子穿错衣服，可是真的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，没有人排队。人不是说没有人，就是人很少，就是起码是我们上一次去的三分之一。听我讲，就是怎么解释呢？就是你那个时候去迪士尼，你就算没有快速通道，你也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排到。就是一个大的项目，半个小时的话排队是可以玩到游戏的。然后我们，并且有些项目你可以刷两次，甚至三次，你是有时间刷的。然后我再跟大家推荐一个项目是那个急流勇进，不要去玩，千万别玩。雷鸣山漂流千万不要去玩，超傻。这是我们推荐的，就是我们排了九十分钟不止，我们排了两小时不到，非常无聊。首先是我们失光了，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好。我里面你看我这个缝隙里面塞了黄油，就是我们身体是失光了，是我们自己不好，因为我们自己在那边说风凉话，说人家买那种雨衣肯定没有用的，我们肯定不会湿掉的。然后就失光了。但是的确我左边的一对夫妻，他们有雨衣，但是他们完全没有碰到水，就是水就是集中在我们这些没有穿雨衣的人的这边。然后我右边有一对情侣，他们有雨衣也失光了，就是这就是一个运气值的游戏。反正我还好，大胖和我那个朋友江山两个人是湿得透透的，两个人就是下来以后嘛，衣服是可以炸这样挤水下来。那个是真的不好玩，而且他关键是很不刺激，因为我是那种玩这种，我是属于玩过山车或者是玩这种刺激项目很怂的人，我怕死你知道吗？我是贪生怕死之徒，所以我很怕死徒。我玩这种很怂的，连我都觉得就无聊。就是我这个人很做作，你知道，每次要玩了我就准备好开始要叫了，然后他和江山就说有什么好叫的，然后我玩那个雷鸣山漂流，我就是那种已经做好准备就叫出来，你知道，一点都不害怕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塞好了，就是两个鸡腿都塞好，已经铺在这个上面了。然后现在我跟大胖打算就是淋酱了，就是这个酱嘛是这样子的，我是自己乱调的，就是因为我在回忆迪士尼的那个酱的味道，然后调出这个酱。它里面有我买到的那种普通的烧烤酱，还有黑椒酱，黑椒酱是有点辣的，因为是用黑胡椒做的酱，然后再加上一点那个番茄酱，调出来就是这个味道。因为迪士尼的那个火鸡腿里面酱肯定有番茄酱，因为我吃出的就是吃出番茄酱的味道，所以我就加一点番茄酱。然后这个是比较偏甜的酱，然后现在我要把酱淋上去，等一下记得要翻面的啊。是不是要刷开？我把那个酱给均匀的刷在那个鸡的表皮。然后我们这个鸡肉啊，你们不要看我们只是腌了一天这么简单，就是在腌的时候我是给他做个按摩的，就是我因为我有那种按摩的技师的证，然后帮他就是
很专业的帮他做了个大保健，去帮那个。你有按摩师的证？盲人按摩吗？哎，具体什么证你就不要管了，好吧？你在泰国考的是吧？对，菲律宾那个。可以的。那个翻面，因为这项不行，我觉得很大的。要帮他手做一个那个。翻轻一点，别让里面凉风和那黄油造成。这骨折了，对对，这个火鸡腿骨折了。这我们去玩那个乒乓球的时候骨折了。羽毛球吧。差不多了，合在一起。这刚好光呀，这边还没涂到的。这个就很清晰的。我们这个纯属门外汉，因为这是第一次做，这乱搞，然后我们就是网上看一下别人的经验，然后自己在发挥自己的想象，然后就这样。就不好吃的话，这个视频你们就看不到了。啊，好吃的话嘛，就是像你们今天能看到这个视频，你们能看到这个视频，证明这鸡腿是好吃的。反正我们要尽量保持这个鸡肉不柴就可以了，然后入味不柴。可是我喜欢吃柴的。那就没办法了，聊不下去是吧？话题终结者。好。现在我们就要进烤箱了。对，进烤箱了，我们要进烤箱了。那个，我们已经烤好了，总共加起来，我们翻了几次面，刷了几次酱，总共加起来一共烤了大概四八十分钟啊？不是四五分十分钟吗？不止。我们烤箱小，烤了八十分钟。八十分钟，然后下面的菜看上去蛮黑暗，但其实还不错，已经酥烂了，感觉挺好吃的，吸了它的汤汁。嗯，这个菜我打算把最后的那个卤留下来一点，去拌那个意大利面，感觉应该蛮不错的。先给大家稍微先，那个是有镜头的，那就不给大家看。那个，你不是说你肯定吃不掉一个的吗？嗯，你就盯着拌面咬，剩下拌面给我爸吃。好的。嗯，下面好烫，先把上面的吃掉，先吃点菜。不是，你把那个刀拿来，我们可以搁着吃。搁着吃。针对一整个，哇！你可以把镜头调近一点。不近吗？还好吧。我喜欢吃那个玉米。吃的它那个汤汁香满，西兰花一股黄油味儿，还有那个上面那个酱汁味道。我们酱汁里面没有放盐，对吧？嗯，比较清淡一点。你要小刀，对吧？这个太烫了，这个肉你看轻轻一动就下来。我自己。很大一块，很大很大。就是如果没有看我们前面步骤，以为我们在吃蹄膀。这个要是吃蹄膀的话，这只猪挺修长的。好快。里面无番茄酱味。因为我放了番茄酱。很爽的这个肉。它这个鸡里面的筋很粗的。对，火鸡里的筋都很粗。反正不要过来了。我去洗个手。待会再把那个火鸡盛宴，我们应该圣诞节的时候吃。今天是520啊。现在就要喝了，这不是断片酒，我跟你讲三遍了。啊，烦死了。哦，这个是瑞奥的。我哦，爽。
你不要把我的巴斯光年给挪开呀、啊，这好看呀、啊，这是我在迪士尼新买的巴斯光年杯子。家里已经有四个迪士尼杯子了，那个米奇和米妮已经五个遭到冷落，啊，还是唐老鸭是吧？但唐老鸭用都没我，用都没我，现在又来个巴斯光年，这是一场宫廷。哦，这金好错，这东西刀都拆不开。好，我来帮你。我好饿呀！好喝。嗯。来，你想吃哪一种？帮你开，这种。平时如果小伙伴家里自己要做的话，估计一个腿就够了，一家人吃一个够了。对的。你先吃我的。应该弄个剪刀来。你先吃我的。来，剪刀是抢麻烦。那对不对？你还给你。来，你上。为什么还不还呢？剪外面。嗯。嗯。我可不干净，你要走吗？嗯，你放哪？这个西兰花。嗯。这个西兰花是520大胖送我的花。盯着一面吃啊！好的。你既然吃不掉的话啊，那么这边的骨头要你啃的。要不然冬天的细节，我爸会觉得很难看，他就不愿意吃。嗯，你爸要拍照了，哎，你都帮他照拍了，忘记拍了。你试试。啊，这么拍。视频里面几张？我爸喜欢发朋友圈。那个是个女的，黄油烧烤酱玉米是吧？嗯。嗯嗯，哦，这个玉米，嗯，烤了这么久，这个玉米不柴，因为水果玉米啊，嗯，水果玉米很有水分的、啊。以前有一次，我和大胖，嗯，那时候刚刚恋爱，我们在那个厦门，玩嘛，嗯，然后在厦大附近吃到一个那个水果玉米榨成的玉米汁，哦，很好喝的，然后，嗯。他给我们试喝，超好喝，我自己买的就觉得，嗯，挺好喝。适合他肯定，东西做的好一点，就是百分百。你真的喝，可能就70%。如果你适合70%，那就没得买了，懂了吧？好，你喝。我靠。这个不好喝，不甜了，就还甜哦，哇、哦，真的不由自主浑身颤抖，蛮痛的，嗯，里面有种伏特加的味道，哇、哦，好烫，太棒了，嗯，蘸蘸这个卤，我们这个做法已经偏中式了，啊，嗯，黄酒腌制，里面还是尝出黄酒味的，嗯，就是喝了这个，吃了这鸡腿不能开车。要不要我来？下面你别贴的呀，筋很多的。嗯，我们这个比迪士尼那个大多了。
打很多很多，两倍不止。火鸡腿就是它筋很烦了，它筋很粗的，很硬的。你先用，我不要用啊！我想吃里面蘑菇，蘑菇都甜。哦，蘑菇，鸡很好吃。嗯，哇，蘑菇好吃，哇，惊为天人，这个蘑菇。放旁边，来，放旁边。亲自操刀，刀哇，这块感觉很赞，应该喜欢它的。明天我们要去烧烤，就今天我和单位烧烤，明天和朋友们烧烤。你现在已经烧烤大师了。嗯，就短短一个月你烧烤三次，好累。哇，这块肉放在那，我跟镜头看一下，豆角这么大一个，现在我像那个巴西烤肉。嗯，对的。嗯，放了黄油以后里面果然很嫩。对，我觉得比那个迪士尼的嫩。嗯，它那个小呀，迪士尼那个蛮柴的，但是而且很小，70块就太贵了。哎，对，迪士尼一个等于我们这两个，我们35一个。对，但是我们的体型是他们的5倍，差不多。我们是一个相当于那两个多一点。哎，迪士尼还得排队。哦，排个队很久的。我们说一天卖出5吨。新闻上说的，一天卖出5吨，厉害。别划掉，划掉这个汁都会乱标的。嗯。我这个有2年的巴西烤肉工作经验，不会的，很稳，这刀很稳。嗯。啊，好热。对，吃这个很热的，因为很烫。哎呦，那这全都是。你看一下这个。等一下，我再弄点吧，不然我吃不下。我们不是用它来做那个羽毛球吗？嗯，羽毛球拍子，剩下骨头的时候你可以用它打台球。用来打你，你再重复一遍。你这边来一口，你不要，吃饱了。嗯，到晚上我还吃。那你这边咬一口，这边都讲。我不要吃。再咬一口，我吃不了这么多。哦，这我浑身大汗。
挪过去。哦，太累了。那个小伙伴送我的这个我带上，好像有点小。啊，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寄这个给我，估计是给你带。嗯，好爽啊！好爽。那个圈子你不吃了？那个这个地方太肥了，而且咬都咬不动，很老的。对，这太肥了，这个肉把它吃光了也。你那个骨头可以光来看。啊，爽啊！那个小胖子，添加把碗洗掉。啥？给小伙伴们看看你这个呀。嗯，来，大骨头蛮大的啊，是跟他在我头旁边对比一下。我脸已经算很大了，你看。嗯，软的脸啊，你拿我的脸对比下来，你看。你是瓜子脸。这个圈子大吧？嗯。这个25公分。嗯，然后火鸡腿味道还是蛮好的，想吃吃看的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，但是一定要有烤箱才行。嗯，对。如果你们把它切成一片片去煎的话，就没有意义了。对的，就像一整只这样吃，味道还不错。那还不如直接吃。照我们这个方法，就把黄油夹在里面的话，还是蛮嫩的，就是跟普通的鸡肉差不多嫩，不是很老，嗯、挺好吃的。但是它个头大，嗯，吃起来爽，吃的浑身大汗。浑身大汗。